做得到。做呢个作品咧，其实咧，我都好想我读完中学之后咧，可以好似佢咁有活力，同埋咧，我觉得佢个样咧，好似好有憧憬。件衫会用嚟装饰下，觉得自己系好有成就感咁样咯。我是这个暑假最喜欢参加运动迎新日体验日，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些我们未玩过的活动，还有可以和我们认识新的五育中学新的朋友一起玩。我也是一样认识了很多朋友啦，在这间中学。那我们也加深了对这间中学的认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一迎新活动是很好的。我们最喜欢就是英文日，因为可以跟一些外籍人士和还有一个翻译老师来一起讲英文，讲下英文和学下英文。我就学到很多运动的窍门，跟住还有英文的窍门，就可以跟一些美国人一起沟通。我就希望我的成绩就可以好一点，还有认识多些朋友，可以跟朋友沟通好一点，不会成日闹交。六年里面的同学们，我希望六年的生活是很愉快。愉快建基于什么呢？不是你一个人的努力，是大家一起努力，每人出发力才是愉快。其实未来六年的经历不是你自己，而是要多些为人着想，要大家一起快乐，大家一起开心的话，其实是每人都要出发力。问海叔嘅嘢咧，佢十问九唔应，公仔咪撞咗。吓！但系我平时朝朝早都会同佢打招呼，都觉得冇乜嘢喎。我知啦，一定系你太样衰啦。我样衰？有冇惊？啊！我知啦，而家做嘢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噶啦，要用一个新方法。
真会俾本点名簿我。Excuse me, Miss Lau, may I get my class register? Yes, what class are you from? 4F. Thank you.咁我想揾陳康怡老師。我想找陈康怡老师。 Did you hear anything? Huh? No. 我想找陈康怡老师。I speak to Miss Connie Chan, please. 大家要記住啦，喺學校要用多啲英文。點講？我哋学校周围都有好多嘅例子，正如呢啲咁啦。我就认为学英文最好就听下英文歌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学到好多英文生字噶啦。其实听歌同唱歌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。讲起唱歌咧，活动日歌唱比赛就嚟开始咯，你会唔会参加先？我谂个人就唔会啦，不过会同全班一齐参加班际比赛嘅。要比賽的就要快點準備啦，因為11月初已經是初賽，而10月尾就是截止簽錄的時間啦。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，下集再跟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